欸，你看那有只猪，哪里有猪？哎，欸，对，猪仔，好可爱哦，它在睡觉哎。哎呀，马不跑步，哈哈，它是真的吗？真的假的啊？它怎么不会那个醒啊？哎，它是它的身体是热的，它是真的。恩老师上课喽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是恩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恩恩， yeah. 是丁丁姐姐。嗨，今天呢又是快乐的恩爱日常啦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彰化的王宫渔港，要来挖蛤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挖蛤蟆喽。如果大家有来王宫玩的话，要记得看每天的潮汐时间。那我就出发吧。已经在挖，你看安安在那边挖，我们赶快来看安安。安安要先多补充水分。对，这边蛮热的，快喝水，快喝水！等一下挖完，赶快去吃冰棒。出动了，发呆。好，我把它放下来。啊，开始。挖挖挖。对，挖挖。挖蛤蜊大师。我挖了一堆壳出来。给你。哇，安安挖到一只了。挖到了。还有我们的晚餐。又挖到了一个了，这个好漂亮，文蛤吧，头伸出来，哇，螃蟹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吧，哎呦，好啦，我们去吃冰棒吧，赶快补充水分。好啦，我们也玩得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边大概下来一两个小时就够了，我觉得这边还不错啦，来个生态教学，填饱肚子的话还是去菜市场买就好了。好啦，我们去吃冰吧，走，拜拜。拜拜。喵喵。接着我们要来阿伟斯的蔬果园吃冰咯。那我们进去吃吧。耶、yeah! 而且老板爱钱要一的冰来啦，对，吃东西前先喷个吃吃刷水，喷喷搓搓搓搓，夏天吃冰最消暑、啊嗯、哥哥、嗯、好来安、啊、好来安安、啊、马上再跑走，对、嗯、好没有、嗯、没有没有还有水果，哎、欸，他很会耶！再来一口吧。很消暑啊。对呀、啊，超消暑的。小朋友都爱吃冰，很棒很棒。他说你太慢了，我自己挖了。很冰是不是？所以你觉得刚刚挖泥巴好玩吗？挖到叫不走哎、欸！然后挖了三颗蛤蜊、啊。是的，安安呢？安安，安安呢？好啦，我们要去吃中餐了。来出发喽！拜拜拜拜。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一间动物景观餐厅，它叫星月天空，我们进去吧。这里超多动物的。它算是亲子景观餐厅，就是有小动物可以看啊，小朋友可以玩溜滑梯。哎、欸，看到夜景哎、欸，超漂亮的。我们今天是平日进来，所以要150元的门票，但是价格是2000。哎、欸，你看那有只猪，哪里有猪？哎、欸，对，猪仔，好可爱哦。它在睡觉哎、欸。可以啊，宝宝。它是真的吗？真的假的啊？醒来，哎、欸，它是它的身体是热的，它是真的，它是真的猪的。好可爱，我摸它。好，你摸，你摸它的鼻子很疗愈耶，好疗愈啊！
猪鼻子很疗愈。呀，它睡好熟哦。对。好可爱哦！所以等下会再看到什么动物，我好期待。后面有一只狗吗？那是假的啦。那是假的吗？屋子里面是。那是真的吗？我一开始以为要卖的时候，结果那边有。刚是见狗那一种。他说狗就狗，什么见狗？没有，他只是因为长得很像那只卡通里面那一只。我知道吗？问题是他怎么那么乖，就倒在那边，他也不会起来啊啊啊！他就这样躺着，哎，也太可爱了吧！你们不要叫我见狗，知道吗？啊，没有啊，他很萌啊。今天是微微的在下雨。我们本来是要去夜市逛，然后因为下雨，我们就转来这个餐厅。然后因为微微的下雨，所以今天人也变少，不然平常这里超多人。空气也超好。哎呀，好美哦！哇，看到这心情就很好。哇，好好玩啊！椅子会动哎，好棒的地方哦。对啊，而且后面就是夜景，超棒的。你看，安安学会个新技能哦。等一下，安安手手，搓搓搓搓搓搓手手，搓。什么新技能？啊，你看，来塞鼻孔。哈哈哈哈哈！快点，叫你好，叫你好，叫爸爸，爸爸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刚刚跑那只嘛。爸爸，我们去看羊驼，羊羊来。上不跑了，不羊。羊羊，羊羊，他在帮安安洗手。好可爱啊！羊驼来了，他们吐口水，要小心。好可爱哦！哇塞，桌子这么好吃。桌子为什么是吃桌子啊？对啊。哎，他脸好萌，可以压他鼻子吗？要咬，要咬。要咬，还要喂，还要喂。哈哈哈哈哈！安安的手不会痒。可爱呀！安安后面还是羊驼。哦，吃掉了！啊，看到，哎呦，侵略性好强！哎呦，其他脖子很长。他长得好像卡通人物。天叔叔，欢迎叔，好可爱哟！又滚下去了。好可爱哟！对，真的。好可爱。他们一直想摸他，好羞愧。那时候它是恐龙，恐龙啊，那个是长颈鹿。对啊，所以这里还有什么动物？我们再过去看。哥哥，哥哥，对，我们去看哥哥。他会怕，他会怕，他不敢靠太近。没有看到那么多，他会怕。他前进，他就后退。对。哥哥，他不是狗狗，那个是鸽子。小鸟，他会怕。No no， 太多他会怕。好啦，那我们看完动物去吃饭喽。走。今天真的很好玩哎，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让你看到了很多动物，我们现在是下到水里。下海再上山。对，在上山。对，现在在山上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海路都有。对，海路。今天呢，丁丁姐姐帮我们照顾恩恩跟安安啦。耶！